现成感情，很多人就开始慢慢的卖年货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有什么要买。六两。五两。那你看这五两啊，啊，这就五两啊。哦。我来记住过来。这个糖叫爆花糖，每到赶集的时候就会都有人拿这种农用的根，就是根田的那种农用机改装做的这种爆花糖，爆米花，还有这种，还有小的时候，小的时候经常吃。刚做出来有点软，啊，但是只要凉了之后，它就像这样这样脆脆的，啊，现在已经很脆了，现在还是热的。好，哎，带回去吃，看电视的时候。刚刚经过这个集市，看到有人卖这个葛根。但是它这个比我们上次挖的那个还要大。那我卖了吧？三块的，一斤三块，三块。嫩的，嫩的。啊？嫩的那个。而且今天它那家拐弯的。今天多少？三块多。今天咱们买一点这个果汁，去。做那个过年的糍粑用的，用来揽那个糍粑的。多少？他们两个玩呢，九块钱。